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Logo shot, logo shot, yeah. 来，你下，完全现在进场又掉球，哇！抄回来之后再交到45度角的阿耀，有嘞，双方一分差。吴俊祥用艾伦在防守，但是艾伦放他到禁区。目前的17.1分在所有联盟本土球员当中高居第二位。那你很难得看到本土球员是全队得分最高的。对，其实俊祥有很出色的跑位跟他阅读防守能力啊。好，吴俊祥从45度角绕进来，又到禁区了，单打让张博威赔上了犯规。对。这也是这段6连败期间钢铁人遭遇到最大的问题啊！哎呀，又被卢俊祥对方走安的投进了一记3分。该个人训练的时间留给球员自己去做加强。对，练球的质量是比较重要的，对，比时间来的更重要。哇，失球之后又是69的，来一个快攻，10分低于90分的一个球队。啊，这段连胜期间10分更是只有7次投，卢俊祥球还是转进去了。对，现在10分差的一个比赛，对钢铁人来说绝对还有很多时间去追回来。的确是，卢俊祥在45度角等待已久啊，一箭穿心的3分，这也是领航员有机会拉开的一个 moment。好球，69球弹进，哇，强势的切入换成非惯用的左手。下半场第一波进攻，球在桑尼手上。就是掩护周给卢俊祥3分线外出手，再进啊！休息个15分钟，没有影响他的感觉。很多亚洲的联赛会在圣诞节的前后去裁掉自己的洋将，甚至去寻找新的洋将，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。对，马上就要上映了。对，哇，又是一个失误的一个反击啊 ！Sunny 把脚步放慢，2分照拿。球队来说也没什么安定感觉。卢俊祥这回的40度他把握住了，3分线还是靠卢俊祥，哇，准啊！这场比赛呢看起来还是没有办法跟领航员来抗衡的，也相当恭喜领航员哦，他们在以110-97战胜钢铁人，而且是在客场赢球之后呢，缔造了联盟最长的9连胜。